校长、各位老师、各位亲爱的同学们，大家晚安，大家好。好，先讲个温馨的小故事。去年的8月12号，我记得非常清楚，也是在这里吃饭。我很温馨的一件事情是，我回到我们的初中的母校台中市的卫道中学，然后带着我们三位台中联谊三重奏的三位年轻优秀、热情洋溢的音乐家，就是我们小明女中培育出来读了6年音乐班的卓于君、王美芳跟冯林奇这三位音乐家。然后我一回到卫道，我也不想怎么开场，我在想先讲一首打油诗，我就说：哎，人生忽烟已半白，回首向来萧瑟处。民国63到66，卫道3年最多交。哦，我讲到第四句的时候，卫道的祭东堂大家起哄欢呼，就要把整个屋顶掀掉。我告诉各位，是的，民国63年，我从彰化县二水乡一个乡下小孩来到台中卫道中学读了那三年，至今都是我人生生活里面最美妙的回忆。我还没讲完，重点不在卫道啊，重点是我在卫道校园里面过了3年很美妙的生活，我在卫道的校园依旧是惊喜。为什么？就卫道的校园外面那条路叫做卫道路，现在都还有。我就在那卫道路上面看到每天，哎呦，很多小明女中的同学骑着脚踏车要到小明女中去读书。每一个小朋友、大朋友看起来都是那么的聪慧，那么清秀的脸庞，我都对他们好欣赏。这就是我对小明女中的学生第一个最好的印象。可惜啊，当年啊，土里土气的我交不到小明女中的一位朋友啊，没想跟他们交朋友啊，不敢告白。好，没有想到好几十年之后呢，我的女儿4年前啊，我的女儿4年前啊，同时考上卫道中学跟小明女中，然后呢，她竟然选择不要当我的学妹，我只好祝福她到小明去寻梦去。结果呢，读了3年还不够，还直升，现在在读高一啊。可是我还是很感谢我的女儿，为什么？因为有我的女儿，才有让我今天家长的身份有这个因缘机会来跟大家分享。所以告诉各位，绝对是我用情最深的一场演讲，好不好？接下来赶快进入主题，因为节目很精彩，时间很宝贵。首先，古典音乐像校长讲的留下来不是没有原因的，是西方文化中精髓中的精髓。那我们怎么去欣赏它？哎呦，不知道哦，好遥远哦，我都听不懂古典音乐哦。就好像苏东坡的一首诗，对不对？横看成岭侧成峰，远近高低各不同，不是庐山真面目，只缘身在此山中。所以我告诉各位很简单，现在赶快请我们今天第一位演出者，我们优秀的学姐卓于君卓博士上场吧。好，很简单，各位听古典音乐一定要理性跟感性兼具，我告诉各位不困难的，只要你们认识三个字，这三个字不认识的人就不要不晓得了哈。哪三个字？英文字母三个字，叫做 ABC， 认识吗？当然。好，来松下 ABC 来，假设 ABC 各代表3段不一样的音乐，我们亲近古典音乐，你总要知道它在怎么样进行的，怎么开始，怎么结束的。你只要知道它在干嘛，流动的情况、结构是怎样，自然就有它的美感。有一种曲式叫做轮旋曲，叫做 Rondo， 它刚开始一定是 A 段的音乐先出来 A， 然后 B 不一样偏离一下，再来要回到 A C， 又更不一样，又偏离一下，最后要回到 A。 所以从头到尾你听到的感觉就是 A B A C A。 哈，你会讲说 A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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个不停在干嘛？是的， A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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个不停，就好像那两岸猿声的停不住。可是没有，几分钟之后你会惊觉，哦，原来轻舟已过万重山，就是这样的感觉啊。再来，你若
觉 ABACA 好像吃麦当劳的大麦克啊，对不对？三个 A 是三个面包，中间有汉堡啦，哎，有那个牛肉啦，有番茄啦，一口咬下去，哇，吃得饱又吃得很巧，很好。你如果把它想象成项链一样啊，一串项链里面有珍珠啊，有玛瑙啊，有珊瑚，这很漂亮。好，各位，为什么曲是要这样的安排 ？A 三面有一个中间的主轴，你会常常复习到听到这个音乐，你会不会茫茫然？你会啊，熟悉的音乐又回来。B 稍微偏一下，可是那个 C 最重要，因为前面有这样的酝酿的结果，到那个 C 能量就是最大、最灿烂、大观的。好，所以我们现在开始讲第一首叫做《卡门序曲》，卡门是歌剧，几乎是现在。每天在上演的歌剧之中最热门的前三名，好，应该说卡门应该就是歌剧的世界里面，歌剧的皇冠里面一颗最闪亮的珍珠啊！好，那什么叫序曲？序曲第一个目的就是哎哎，坐好坐好坐好，戏要搬了戏要搬了戏要演了啊，你赶快坐下来，让你提醒你要坐下来，所以大部分都是和兴奋热烈很热闹。再来，序曲的作用就是一个歌剧的缩影，好。他在讲歌剧里面重要的故事，你看哦，现在开始了 ，A 段的音乐出来，就好像那个斗牛士进行曲出来的音乐啊，来 A。
你这样很简单的就把 ABACA 把它搞清楚，尤其 C， 你看它用一个旋律重复两遍，很精彩。